有很多不同的歌手來去表演一些經典的歌曲的。那好像今年呢就還有一個投票的活動給大家在 Facebook page 投票的，那就選大家心愛的歌曲啦。咁咧就喺街頭音樂會入邊咧，會有機會會聽得翻啲心愛嘅歌曲噶。嗱係啦，嗱我哋尋日咧已經喺 Facebook 咧玩咗個遊戲嘅，咁啊抽中咗九個 fans 嘅朋友咧就入到嚟呢個 VIP 區。咁有冇啲嗰個旁邊 VIP 區其實喺邊個位置咧？OK， 咁啊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我哋今日嘅呢個音樂會啦。咁我哋咧要再抽出三個幸運兒嘅。咁呢三個幸運兒咧，佢哋可以得到就係完 show 之後咧，可以同到 Judas 同埋 Shauna 影翻張即影即有嘅。係啦，我哋事不宜遲咧，呢個手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先有係啦，有九個信封先。我哋不如先請兩位歌手咧，抽三個信封，咁就知道咧個得獎者係邊個啦。係我而家比較忙，我先打開咗十，係咪九個信封先？好。好似打開唔曬，你就可以潛一下。係。三個。誒，唔係，Shauna揀一個，所以不如 Judas 揀兩個啊，係啦。哦，咁樣嘅。係啊。OK。OK， 好。咁就麻煩兩位咧，就分別讀出呢三個幸運兒係邊個啦。係啦，影一張即影即有。係啊，十年之後先有嗰張相。Van Wong。邊個？我叫咩名 ？Van Wong 啊。Van Wong，OK，恭喜你。CC Chan。我見到雜氣喎，你係咪知㗎？佢臨咩啊？是是是是是是咁樣。呢個唔使開都睇到嘅喎。Cecilia Chan 啊，呢個就 Chan 啊 ，Cecilia Chan。咦，係咪邊位啊 ？Cecilia Chan。係咪㗎？我信唔信得我哋兩個啲眼力㗎？我諗住可以用透視眼去睇啊！邊度會透視個信封？因為信封開到㗎嘛，佢透視嘅。三個項目分別有 Van 啦、士師啦同埋士師咧 ，Chan 咧就可以陣間就我哋工作人員咧就會幫你哋啦，協助你哋陣間有呢一個咁正嘅禮物。OK， 咁啊，我哋嗱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首先影一張大合照先。好，我哋就不如先麻煩 Shauna 同埋 Judas 去到台前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合照係咪即係你都喺度？係咩？我冇㗎，我唔帶㗎，所以合照係啦。所以首先嗱，我哋望嗱，不如望一望中間嗰位攝影師先。我嗰個啊，我後邊，我後邊呢度 ，OK。係啦，望一望中間先啊。好啦，然之後不如望一望兩位嘅左邊，望一望左邊啦。好啊。好，然之後到望一望右邊。OK， 唔該曬 ，Judas 同埋 Shauna。我呢個時候咧，我請阿 Judas 去後台休息一下先。好啊，唔該曬。咁啊，我哋知道咧，今日 Shauna 都帶咗幾首歌嚟啦。咁啊，除咗帶啲歌嚟咧，都帶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戰友嚟幫幫手喎。係啊。做咩瞓啊？佢喐咗一下。哦。安慰一下佢先。OK， 喂，咁我哋不如介紹埋你今日請咗個樂手嚟。因為咧，我彈吉他唔係好叻啊，我揾咗個揾幫我彈吉他。我哋邀請到嘅吉他就 T.J.，好似啲 DJ 咁樣。唔係 OK， 呢個時候因為掌聲唔夠啊，我哋俾多少掌聲，我哋一齊鼓勵阿 Shauna 同埋 T.J.。喂，你哋企後面咁靜，我冇俾錢你哋咩？真係啊！唉，一個水。唉，乖，好乖呢個，佢好愛你，知唔知啊？嗌一下 T 組好嘛 ？T 組，哎呀，我好温柔啊，好温柔啊。係啊，咁我今日咧就帶咗，哎呀，好困啊，帶咗四首歌啦，咁我第一首會唱嘅係《分手總讓在雨天》。好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識唱一齊唱啊！
叫做 In Love Again， 希望你哋會中意。Way to your secret place, take my tears.
and say我們Supergirls 唯一就可以一個人唱完的歌，因為平時我發覺唱他們的快歌呢，我一個人是唱不完，真幸好有他們在這裡。今天我一個人啦，我就唱陪雷這一隻歌，希望你們會喜歡啦。這隻歌是講一些姊妹情，其實不一定姊妹的，跟你身邊人或者對你們喜歡的人啦，父母啦，希望你們 feel 到那種 sweet 咯。喂，你們啊，識唱一齊唱啊！好，等我試一試先。天空一眨眼記不記得？飽滿的眼眸記不記得？夢幻咖啡店我們興奮，求途人未結識。珍惜这旅途每分每刻，促使坚守在手臂弯，随便去吃喝，玩乐到天昏地暗，祈求与你踏遍大城小镇，游乐时可否记下无限快乐，临别时可否记下承诺。让绝美的陪伴活在照片中盛放，何时老了亦有份停放在我脸庞，狂热时可否记那狂热那梦，团聚时浪漫于当初，时间过得太快，但回忆太多，下次那张照照印象是什么歌啦，咁佢係一隻
快歌，咁但係今次真係第一次去變成一個 unplug 嘅 version， 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。好，把錢送俾大家。在女團 Super Girls 裏面的歌曲都唱首俾大家聽啦。咁咧就啱啱 Shawna 就完成咗表演部分啦。咁我哋今日嘅 Busking 咧，其實仲有一個歌手咧就未現身嘅。OK， 喂，但係咧因為 Judas 咧，我哋嘅工作員有少少準備功夫要做。咁咧就準備功夫咧，眨下眼已經做曬啦。我哋不如就立即請邊個出嚟啊？我請 Judas。每次見到咧，都要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嘅，係啦，可唔可以俾少少
掌聲啦，歡呼聲就聽下啦，朋友仔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好啦，咁咧我今日咧都會一樣係唱四首歌俾大家聽啦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咧當中都有啲經典嘅歌曲嘅，咁我就都唔講咁多嘢噶啦。我諗我可以開始噶啦。咩啊？做乜事？唔係啊嘛。
興奮，沿路一起走你長大。還記得街燈照窗音念望，還燃亮那份你溫的便當，千年的你輪廓太可看，凝住眼淚在跟細看。忘掉天地，彷彿也想不起自己，仍未忘相約看漫天黃葉遠飛。就算會與你分離，凄絕的氣要決心忘記，我便記不起。明日天地，只恐怕認不出自己，仍未忘跟你約定，假如沒有死，就算你壯闊胸膛，不敵天氣，難分斑白，都可認得你。
我更多埋头做，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，无论有谁嫌弃我，投入却无人可阻。都是出了一首给大家听，所以呢就尽量想多些机会去表演这首歌给大家听。好了，这首歌多谢，这首歌呢就叫做为你写故事。
首就是我的為你寫故事，好多謝大家的支持，今天沒有 A 好環節的，因為很公平的，大家都是表演四首的，咁咧就希望有機會下次再見大家啦，多謝大家的支持 ，thank you。多謝曬 Judas， 再俾一少掌聲 ，Judas。咁啊，成個 Judas 都已經多謝，俾一少掌聲，多謝啱啱邊個 Sharona 啦。咁啊，時代今日第三場愛心活動華城街頭音樂會，咁啊，大家聽好歌做善事，一齊支持東華三院嘅慈善服務嘅。嗱，其實如果大家今日咧仲係聽唔夠，哇，仲係爭啲咧，咁我哋下一場咧，亦都即係最後一場嘅 Busking 咧，將會喺8月25日星期六嘅下晝六點鐘。就在尖沙咀的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的，咁到時會有另外啲 busking 嘅歌手會參加啦。咁以我所知有組合啦，亦都係一啲solo 嘅歌手嘅。咁佢哋會繼續用歌聲支持，都希望大家到時繼續去到嗰個地方支持嘅。咁我哋下一次 busking 活動再見，拜拜。